跟大家提到的 VR World 啊，玩 VR 的地方。然后，哎，大谷，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是给我们来玩这个 VR World 对吧？对，大家来看这个 VR World。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打工了几天的一个算是 VR 网吧吧，它等于把 VR 的游戏做成一个类似网吧式，你可以在里面免费体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是一帮俄罗斯人开的，就是类似这种体验店。你这里面关到开到几点啊？开到10点半一般。现在是几点？现在才刚4点吧。那咱们今天可以玩很久时间了。玩得爽吧？我带了几个朋友来。这就是 Jason， 然后这个是格力。Hello。后边藏着村村，害羞的村村，来，那你就给我们继续玩吧。好。我们一共5个人，咱们一共。对，现在开始。好。50个游戏只要30多美金。What's the name? I'm sorry. CC plus five. Yeah. How do you say your name? CC.Yeah, I love the name. 你剪头了，好漂亮，好帅。啊，谢谢。I love your hairstyle. All right. 每一个游戏的空间都非常的大，里边可以喝饮料。上次玩的时候是不能喝饮料的。Oh, okay, cool. How are you? Pretty good.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my second time being here. Nice. Awesome. Welcome back. Oh, thank you. I have one more screen open for somebody to make. 下一个，开心一点。好。好。好。这个地方好不好？好好好。Nice.咱们的口号就是我不管是什么你们都要说好。对对对，你这件衣服是奇异人生里边的吗？对啊，奇异人的 universe。 当时墙上有好多重复用的美术，就是这个东西。你在哪里买的？就在网上，那个 Redbubble， 你知道那吗？哦，过去你要发给我，我也特别想要。奇异人生马上就要出续作了，现在我们都拿到了这个 band， 就是这个手环，你们都有吧？都有，都有，都有，你现在可以继续玩了，领我们去吧。你们想体验哪个？两俩一组，他俩一组，我俩一组。好啊好啊。大虎呢？我无所谓，你们需要玩，你们需要有空位，需要补个缺，我就玩一下。这么好呢？我都玩过那几个，都玩过了。这是什么呀？非常好看的艺术作品。对，应该顾这边艺术家画的，纽约最不缺的。这块有个 bar， 之前没有的。对，上次没签到。哇，那是不是等一下得请你喝一杯？可以。想喝什么？我无所谓。然后还有什么？用我们在里面转一转。这边是赛车区。赛车区，看看。叫做 Space Pirate Training。是玩什么的？相当于就是训练你来对抗宇宙海盗那种感觉。射击手感非常好，然后各种武器啊。上楼了，这边基本就是个360的体验。360的体验 Dark Room 吧，进去应该是个360。你说360的体验，哇，这边是什么？全都是 VR 的耳机，还有 VR 设备，我也算是长见识了。这边有一个叫 Dark Room， What is it for？ 现在是完全 Dark Room， 什么都没有，一进去它就是黑的。Dark Room， 哇 ，Pitch Black。他管这个叫一般摄影里面有一个暗室叫 dark room， 洗照片的地方。这边叫什么 skybox？ 对，这边也是。There's nothing back there。Nothing， 那就还没有。哦，这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发。VIP 房间的，我不知道他们最后弄没弄。哦。就这侧面。这是什么 ？Can I open it？ 你试试看。反正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哇，这个房间我喜欢，什么椅子都有。专门的游戏室，底下可以看到楼下的场景，引进一些 VR 设备的展示。He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Nice to meet you.